ね。哥哥哈，哥哥，聞いてみてね。もし、うん、もし来るなら、あしたのよかった、私迎えに行くよね。嗯，真棒啊！哎，今天发现坐在凳子上也可以穿裤子了，是啊，坐坐哈。对，尿不 my 对，尿不湿哈，尿不湿那个上面写了个 my， 就是前边是不是？好，把那尿不湿去送到门口去，等丢到外边垃圾桶里边。哦哦，臭不臭？臭哈，是不是有点臭？my 啊，这是前边是不是写的两个字？这也是。卖，这不是在这儿吗？卖啊，自己都能分出来前后哈。哎呦，你这怎么穿的？你看看你这穿的，慢慢的，你这穿的不对，这脚都弄到脚后跟这里了，不对。看看正面哈，这是上面，这个带标签的是下面，这样穿，嗯，下，对，这是下边，这个是下边，这里带字的是下边。听见了，下边上，加油，按踩着上吧，不要紧，好，踩着上吧，好上，你得拿书包，好，你拿书包，哎呀，真能干哈，真是好孩子，谢谢你，哎呀，我闺女现在上学一点不用费劲了哈，哎呀妈呀，现在是自己上车哈，自己下车还得自己拿书包，进去了之后，老师也不用麻烦老师了哈，自己坐下就开始脱鞋啊，我走就行了。一点不用担心说哎呀还得打个招呼我走了怎么一点不用管人家都不管我了现在不搭理我了人家自己坐在那地方自己脱鞋老师看着就行了哈一回家我爹现在先寻思寻思干点啥这老伙计往这一坐哇吓我一跳怎么那得那哪也能啊那么大那得有这几点回来了我送我闺女上幼儿园之前这跑楼上去睡觉去我这送完我闺女回来了这又不睡了啊，奶奶奶，他妈讲多一小你奶大一侬。哎，老公，那错啊！现在这个嘴都不好使唤了哈，叫我也叫前妻的名字哈。那他妈讲阿凯米呢？啊，妈呀，有没侬可多么有？那错你以为都给阿凯米都个？我多他妈讲都个有，难得阿凯米都个，不知道说哪个名字了哈，这脑子不好使唤了。我也是，就瞎叫了哈，就叫一个不对，再换一个。叫！哎哎，黑娜强呀！啊，说错你啊，说比你去太浓。哎呀，咋的了？哎呦，你还想让爸爸领着出去玩会儿啊？啊，说比你一会得。好，让爸爸领着你出去玩会儿吧，让爸爸给你弄个柿子饼啊。啊，不啊，想坐不啊？好，让爸爸推推你哈。好，妈妈给你拿个衣服哈。好，坐上去吧，坐上去。你下次你告诉爸爸，你说爸爸补补，再别动不动就哭，你哭爸爸不知道。喂你黑巴呆，嗯，黑巴呆了哪个哭哪路？你说爸爸啥也不知道，扶裤毛带裤溜呢。爸爸带你上去收衣服了，哎呀，一边手拿筐，一边背着呢。谢谢爸爸，谢谢，呵呵爸爸真好，是不是？好不好？爸爸好不好？嗨哇，嗯，爸爸真好，谢谢爸爸。啊，嗯不啊，嗯不，嗯不啊，呵呵，嗯不还嗯不，行了。做的菠菜汤，菠菜鸡蛋汤。哎，2000多个人看我做饭呢。啊，对呦。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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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爷娘了呢。让爷娘着。嗯，还高寒他没打。嗯。爸爸开着了。妈的，他没在那里呢。高寒路的小，搬高寒。嗯，那错，阿西达侬幺六，考起你托马拉奈，我头上能爷的。嗯，幺六。嗯。阿多。阿西达侬幺六。嗯，阿多都要比你七要比，黑娜强托一小年，托托你阿托比你一苦。嗯，对对，光棒。哥哥哈，哥哥，给点米点呢？莫西莫西库鲁娜拉，阿西达侬尤卡达，我再去木开你一苦哟呢，那错。好多下。看我前两天买了一包木耳哈，哎呀妈呀，哎，我一泡，我的妈呀，这木耳怎么这么大？嗯，好吃啊，嗯，好吃啊，呵呵，嗯，就爱吃豆子哈。呀，妈买个四 K 用的呀，这，嗯，哎呦，嗯，豆子吃干净了哈。我们今天晚上就煎了那个几个虾，吃完了哈。妈妈，哎，好，你吃吧，嗯，好，都吃干净了。豆子，嗯，弄了菠菜、虾仁儿。那叫鸡蛋汤。一会儿我老公刚才小儿子视频了，我问问他，嗯，后天我闺女周六周天休息不是吗？
问他后天来不来，来的话我明天晚上去接回来哈，在我们家洗个澡睡一晚上，周六早晨我们就慢慢悠悠的哈，带着他俩出去溜达溜达。反正是每次跟他视频啊打电话，从来没有说是弄那个怪样什么，不高兴啊咋的，还问他来不来什么，他都来，也反正不排斥吧，感觉笑嘻嘻的哈。我其实有时候担心他不爱来呀、啊、什么东西哈，但是好像没说。我头上的爷爷去他湖南的话，一万那有呢，那早个那一万那有呢，他们我在西库的遥控的有呢，啊，到你去呢，你说你，毛西哈达开能口头思路的话，哈达开出来这一库，毛西到你去的话，那就他路。今天都一起，你都和哥都比你苦呢。和哥哥一起出去玩好不好？哥哥哈，和哥哥一起去玩好不好？好啊，好嗨嗨，我们带着哥哥一起去玩哈。那时候你没有呢，那时候哥洗过头了哟。今天唱的门都没得，所以洗过头呢。那时候你有打了呢，一人呢。啊，他妈妈妈洗呢，一路一路呢，啊，有他个一样呢。就这样。豆豆。就这样。豆子。豆豆。找了又要吃它，你好好拿好了，不要吃它。爸爸今天去接你放学，你高不高兴？啊？嬉しいね。哒哒哒哒哒哒。俺の顔見てすぐ分かるし。啊？俺の顔見てすぐ分かるっすよ。だめだ。あ、先生たちが、すぐ分かるの。あやまい。一番調子いいけ。そう。それとも私が中国人ね、中国人とクソジジと結婚したの、それが目立つね。で、リヒナちゃんが美人で。あ。でもその後分かるやろ。うん。リヒナちゃんって言えば。パパってすぐ言うけ。この人パパ。おじさん。おじさん。うん。この人全然パパじゃないって言うから大変よね。連れて帰ってくれんよ。ひなちゃんちゃんと言ってね。この人パパって。刚才给他吃吧，他不吃哈。你说身上没一点，我赶快啃吧，完了你说。今天没吃了。身上给他抹个棒棒哈，好好啃啃吧，给他多吃吧。还有，这还有，这都啃啃啃啃，能有，有啊有。